的嘉义。今天是公元两千零一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是我们十二年一轮的狗年。今天嘉义想把下面这首喊麦送给所有人，希望能听到的兄弟姐妹、叔叔阿姨们，对他们好点，别再伤害我们的朋友了。他们被称为狗，人类最好的朋友。他们没有言语，忠诚记在心里。为了保护人类，他们宁可牺牲自己，他们不会背叛。就算有多困难，就算你和死神相战，他们舍命相伴。他们乐观开朗，伸出你的手掌，摸摸他的额头，就是对他最好的赞赏。甘愿为人服务，帮主帮人指路。就算主人斥责打骂，可是还把你护。帽子冲进大火，从不懂得闪躲。爪子流血，只为挖出地震中的幸存者。天生不会胆怯，一生与人相伴。为何有些人类却要靠着狗肉下饭？天生不曾敬陋，生性忠实憨厚，从未想过会是人类要吃他们的肉。只可看他一眼，祈求活命的脸，难道真没觉得不舍？哪怕只是一点，难道就算不舍？哪怕只有一点，你们把酒言欢，怎知他们心酸？没准下桌就是他被杀了，往上一端，请别让他流浪，别让他无家有堂。虽然他是宠物，但请把他放在心上。但人类多些关爱，把他对号对待。别让不法分子偷走，把他狗肉拐去卖。尊重你的传统文化，再请严格把玩。别让主人看到，说是那是为他的欢欢的。吃狗肉是无罪，但爱狗的人心碎。只有爱狗的人才懂得为何我们流泪。人类让你们心酸，人类做的不对。活着让你们服务，受罪连死了让你遭罪。你们虽然是狗，却是最好的朋友。希望你们不会伸出对人类一双援助的手。在这里加一把这种喊麦，呼吁全网的每一位好朋友。他们虽然是宠物，但他们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。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第一个站出来的往往是他们。请对他们好点吧，感谢。